家好，我是汤小姐，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一道又酥又脆的杀鸡腿，先去准备一下哦。月牙先给鸡腿扎一些小洞洞，我是龙嬷嬷。要用力一点杀哦，洞洞都杀好了。最近我的菜园子，你看黄瓜长得好大哦，长得好快。腌制鸡腿三件套：料酒、胡椒粉、盐巴、鸡精、白糖、花椒粉、辣椒油，搅拌一下哦。腌制三个小时，打六个公鸡蛋，用力的搅拌均匀哦。玉米淀粉、低筋面粉，搅拌均匀哦。好，这样可以了。三个小时到了。鸡腿充分的裹上鸡蛋液，沾上面粉，再次裹上鸡蛋液，粘上面包糠，这样就可以。准备好了，可以去生火了。宽油炸鸡腿，油温不要太高。差不多下半分钟，八分钟就可以，可以捞出了。大火复炸，复炸15秒，可以出锅了。又酥又脆的杀鸡腿做好了，你们先尝一个，看是好油了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你们看着有没有想吃？特别酥。今天这个鸡腿腌得很入味，太嫩了。三点沙拉，口感太好了。鲜又脆，然后带着味道，特别的好吃，吃的好过瘾哦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